这个呢，爱点没得就幸福得就，但那不，我说说买一只，啊，我们这熬是啥么的？人家就所有么，俺们人家不懂的去做，俺们人家该不啥么的？人家没有，我带来俺们人家泡汤喝，俺们人家说下么，俺们人家都是不。我说说买一只用得人家就啊，喝啥的人家路上，我们人家难多，也表那些，帮他来人家就经营也是温情，买单给我们啥么的人家，什么东西拿去做，俺们人家没说的那不。 没俺们人家不懂的做单的，阿听啥么人家骂他们人家什么那简直都不知道。哎你不，阿这次啥么人家，我那最后单的简直也是温情。我说说买一只啥么人家，到你的现在都记得国家，国国那啥么人家，哎，或者人家啥么人家，我这不单的，我这单的话，人家啥么人家别了，明天就啥么人家说，没有说他们人家是没去做单的，等我啥么人家说，俺们的非那都等我们人家功德心。 俺们都把这覆盖，哎，我用那个毛骨棍给他打那一步。那么用那表那台现在或者在路上现在就经营也是温泉。我说买一只，反正就现在都是我等俺们等着什么东西了。明明我等的是俺们等着录音泡汤，啊，等于不是说买一只，俺们等着，我等着最后等的俺们等着什么的了，俺们等着有你怎么不能放弃来好啊？ 俺们等着舍不得那去走了，俺们等着丢那些，俺们等着什么那现在不足，你讲等着，啊，特别是那个瓜果了，等现在俺们那不，哎，现在部落，俺们等着，我这管的那里不，我是说买一只，哎，到你等现在最后等你，就是说到你等现在就到几大国家，国家喏，俺们的俺们是俺们等着肯定喏，我这说第二是那那里不，我也是希望哈，我要透过社区发展协会来申请来保护这个圣地啊。 问题是国有地嘛，再就是地是合川区的合川区嘛，这个部门是他们在管的，这个是要看公部门，看用什么方式来处理。那经营也是温泉，没有专门在都市给他现在路上温泉和纯阳温泉，哎你不，阿爹现在都是那背书，得专门在没得说还要在现在天然温泉。 到不了你上等着，哎，最后你们俺们都哪能上等着不了？各个俺们等着什么东西，俺们等着，咪等下发那俺们等着，但该不等的会现在录音泡汤。阿等于非他们买在一下，俺们等着什么的，现在都不知道。阿个没有说现在经营也是温泉，俺们大家看到那的大古巴一下，现在等着在都不知道。各个呢，哎，管理问题你不，阿得啥他们等着都做嘛事？那个西海，确实是哈。 很可以作为我们经营温泉未来的一个规划的方向，希望由仁爱乡公所提报一个规划的计划出来，然后呢函送到县府，希望县府支持，然后呢请我们圆明会这个逐年按这个计划来去推动。 我本来说，我哥说我去上等着，都是给你屏东牡丹巡海温泉。阿等于以后，阿们等着，我们那管理现在就经营也是温泉。阿等于，我是说买一只，因为阿们等着就，哎呀，多你等的现在就牵着单位，哎，是啥别的阿们等着，多么是看到都等于哎，你啥在别了，哦，是看到你无。各个那只买单，阿们等着，因为我是在做阿们等着就不等你，哎，没你等着，反正，他们上等着就。 啊，嘛个对方的功德心，我们等着说把祝福一下，我们等着，我那等得起，我们等着，我们就来你们接了，阿爸也不是没便宜。